我身上有一件鳞甲大六 A 哦，有观众要记得来跟我们，你要解任务的话，他靠背 ，Holy shit！ 我差点死翘翘，哇，这回马枪。发现我吃止痛药、哦，哇！我该死掉了。他应该拿肉弹，他拿肉弹，不然他你看我甲51，他应该拿肉弹，不然他不可能打，打不穿我。哦，他拿那个啦，一般的啦，他拿烂弹啦，难怪。你不应这样讲他，他不是烂炮兵啊，他只是靠他没有资源可以去买顶弹，懂吗？他没有资源去买顶弹。哦，好险，差点死翘翘。玩家还是美军？美军。关门。我进走满等，你又奈我何？你知道吗？进走满等，你又奈我何？我摸到你旁边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讲。快点捡啊！哇，棺材包哎、欸，棺材包，赚到棺材包！摸到你旁边，你浑然都不知，嘿嘿，这叫什么？P 就不用，好不好？这是不用了。摸到你旁边，你浑然不知，这就是竞走的最高境界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看过竞走的最高境界？摸到你旁边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、啊。啊，该怎么办？我的钟不要了。啊，M80，为什么他拿M80子弹？M80就没什么戏啊。我以为那个趴的这么大包的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眼镜跟手术包放一起，看一下眼镜跟手术包、哦，好懂。干嘛？好像在退子弹哦。76消音管很有价，那一定要拿。没关系啊，有没有拿打工没关系啊。
不容易收哦，不容易收哦。有 ESS 我不常玩，有什么？我知道前面还有一只玩家，花草生。哎、欸，这个玩家，感谢你装备哦，这是装备送好送满嘞、欸，哦，真是装备送好送满。看一下，是什么子弹？子弹有用吗？这顶弹吗？这算顶弹吗？这个？二 VS 算顶弹吧，有人在上面拉闸。看一下哦，取舍一下。这头盔没架，就拿进来，这个放这里。手术包不要，取舍一下要怎么放哦，各位。黄针就拿来补，来 BS。消音环，哪个天兵翼在上面给我刷场 ？OK， 这包已经整理完了嘛，血了。夜视弹，这血包都拿走。我、哦、好赚好赚，中不拿，中不用拿，我只要因为我你中一个40000嘛，你一格算15000啊，可是我这一格都比中贵啊，我这每一格都比中贵，懂了吗？我这每一格都比中贵啊！你只要算起来说一格15000就15000以上就好，都比中贵，每一格都比中贵。看一下，好，赚一个棺材包，这个真好。可以叠包叠，不要再叠。人就是要贪啊，那上面那只没拔、欸。哦，他拔不了，要不要啊？要死一只，肥肥的。没过头哎、欸、我，拉点 OK 配色了，这里。